周经理，今天有空吗？干嘛？去你的咖啡馆坐坐。周经理，这的音乐有点吵，我们能换成爵士吗？ 把音乐换成爵士。谢谢周经理。嗯哼哼，要以嗯哼哼作为结尾，莫名其妙的开心起来，一下子就把场上的氛围搞得暧昧起来。总之，用上嗯哼哼，这场约会就先得10分。你没事吧？嗯哼哼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 我就是觉得我们认识这么久，都没有好好坐下聊过天吗？第二招，不经意的身体接触，可以有意无意的碰一下对方的胳膊。夏朗，哟，上。你觉得今天天气怎么样啊？还不错。哎，对耶，我也这么觉得。 明白了。第三招，小声说话，这种窃窃私语可以拉近两个人空间上的距离。大姐，是。看到没有？ 越靠越近，制造两人思想的感觉，亲切感。继续。啊！周经理，啊？那个人进来就一直盯着我看，你认识他吗？就我店。 我保护你。嗯，第四招，它是大师级别的绝杀。嗯，很多聪明女生玩套路时都喜欢问对方：“我能喝你的饮料尝一尝吗？”这样子就有了间接接吻的暧昧气氛。你这个可乐看起来好好喝啊，我可以尝一口吗？尝。但是这样最多得个 B plus， 想要拿满分，大师级别套路是这样的。 拿起来，还给他，主动说，你要换一面喝哦，不然我们就是间接接吻啦。<笑>你也喝一口吧。哎，要换面，要不然我们就是间接。 这世界很酷。